轻轻，怎么这么快出来呀？满天都是小星星，挂在天上放光明，好像许多小眼睛，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。欢迎大家来剧场，演出就要开始了，你们是否准备好？欢迎鼓掌和哈哈大笑。音乐慢慢苏醒了，手机也该睡觉了。大家好，我是 Jalen 的妈妈杨洋，我是这个戏的制作人，就是把这个剧拍出来给大家看的人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叮当的妈妈曲美林，我是这个戏的导演，就是帮着大家一起排练把这个戏排出来的人。大家好，我是米娅的妈妈高丹，我是这部剧的道具师，就是准备场上所有需要的物品和道具的人。大家好，我是以令的妈妈江多，我是这部戏的舞蹈编导，就是负责把戏把舞蹈呈现给大家的人。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，故事的名字叫妈妈的衣柜。是故事里的宝宝，宝宝，一、二，哟！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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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宝，宝宝，想妈妈了吗？想，嗯啊，嗯啊，想妈妈了吗？妈妈，抱抱。故事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宝宝呢，没有宝宝。那妈妈就不是妈妈，那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水晶般的玻璃奶瓶，我们是温暖的红围巾，我们是疯狂的摇滚乐，我们是即将远行的火车票，小火车小火车滴滴滴，小火车小火车嘟嘟嘟，
我们是奔跑的高跟鞋，我们是粉红色的棉花糖，我们是被晒化的冰淇淋，还没有找到人吃。我们是等待爱情的白天鹅，是漂亮的女孩。哟吼！看我自己，咔嚓，多么美丽，咔嚓。整个世界为我着迷，花样年纪，咔嚓咔嚓，期待和所有美好相遇，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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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整个世界全都将属于你，和你是最美丽的奇迹。不要再害怕，不要再犹豫，幸福在等你，要鼓起勇气。你的美丽无人能比，胜过所有赞美的言语，一定要鼓起勇气相信自己。耶、啊哈，掀起了你的盖头来，让我来看看你的美，你的眉毛细又长呀，好像那树上的弯月亮，你的眉毛细又长呀，好像那树上的弯月亮。不咕不咕，八点了，掀起了你的盖头来，该上班了，我来看看你的眉，迟到了，眉毛细又长呀，好像那树上的弯。不咕不咕，再不上班就没钱买衣服了。
Oh my baby， 你真美丽。不咕不咕，八点了。你的心跳让我着迷。该上班了。真的好想停留在这美好时光里。要迟到了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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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Oh my baby， 你真美丽。不咕不咕，再不上班就没有钱买衣服了。时光里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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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h my baby， 你真美丽，你的心跳让我着迷，真的好想停留在这美好时光里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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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整个世界全都。将属于你，你是最美丽的奇迹。不要再害怕，不要再犹豫，幸福在等你，要鼓起勇气。Oh my baby， 别再犹豫，整个世界都在等你，一定要鼓起勇气。I'm coming.
们是妈妈了。我要出去玩，走。Thank you.
美的天鹅啊。哪有什么天鹅呀，我是妈妈。妈妈，那天鹅去哪儿了？天鹅早就飞走了。带我去找天鹅吧。妈妈忙着呢。妈妈在收拾衣柜。衣柜？不，这不是衣柜。那是什么？这是天鹅湖。天鹅湖？这是妈妈的衣柜。快看，瀑布，多美的瀑布啊。这不是瀑布，这是妈妈的围巾。如果你相信宝宝所说的话，它就是瀑布。那它还有可能会是一个会变魔法的老妖婆。太可怕了。一只臭袜子。宝宝的袜子。小狗，哦哦哦哦哦，什么？你要吃骨头？它有的有那个。不，好的，我带你去找骨头吃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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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。哎，被罩怎么自己站起来了？快看呐，他们来了。
住。转个圈。Thank you.
衣柜真神奇。不，这不是妈妈的衣柜，这是天鹅湖。